我跟你李静，我可以跟你聊一整天的，不如我们省下一点时间啊，你直接跟我讲，这一个 assignment 是谁帮你做的？哎、欸，这样子的话，对我有什么好处嘞？对你好处就是，我不会扣你的 aircon。他就叫侯拉神，我是在一个叫抓马老之家的 cyber cafe 遇到他，你应该听过这一个，他就在那一个叫 Jalan Monyet Gandong 的街尾。 OK， 帮你做这个 assignment 的人的名字叫侯拉神。 OK，叫胡拉，我在那里做什么？你只是看我的 poster， 看到什么东西你就讲什么话了？没有，老师，我讲的是实话。OK， 是哦。这样等下看我过完你前面 echo， 看你讲的还是不是真话。OK。我讲啊，来讲那个人的名字不叫侯拉森 ，OK， 他是一个鬼佬，他的英文名叫 Mr. Monkey， 他是一个真正的黑客。传说中，他用绳子绑住人，然后帮他拍照，过后。DJ 跟着一个叫猢狲海豹的病毒一起上船。DJ 他有一个合作伙伴叫坚持猪。OK， 来，我们再来一次。DJ。到底是谁在帮你做这个 assignment？ 米洛老师，米洛老师，他叫米洛高老师。你现在讲这是我 DJ， 我再给了你一次机会，到底是谁帮你做的？他的名字叫暴露老师。唉，他的家在数学学位。我要的只是一个名字 ，Zack。我要的就是这个卡神。不要再给我提到卡这个字，卡够不了。Zack， 卡神猴 ，DJ。不要讲海豹，或者是猴子。猴子、海豹，我对你已经失去耐心了。OK， 你可以出去了，你还快扣200。我对你已经失去耐心了。我们再来一次。我已经很累了，我以后都不想再理这件事了。厉害老师，嘿，李健，也要坚持住啊！